舰长，情人节快乐！希望这份小礼物能帮助你从忙碌的事物中解放出来，喘口气休息一下。作为同事，我能理解你的辛苦，但我也相信你能够处理得很好，就像你一直以来的那样。不过，如果你有兴趣在工作之余找人聊聊天的话，这里倒是有个有些时间的人。加油吧，舰长，我很期待你今后的表现哦。